其实啊，刚刚呢节目要开始之前呢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一再回来哈？因为有很多我的一些所谓的法人朋友，他们问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孝士，这一个行情到底有没有出现反转的夜水味道？那基本上哈，我问大家，在这个过去我们这一次所放的假期，因为我们是在股票市场嘛，还有期货市场，我们所放的假期大概是高达将近有九个交易日。我不知道这九个交易日，投资朋友你有没有学到更多的夜水专业知识，学到更多的夜水钓鱼技巧？其实呢，我的忙是从昨天下午就开始忙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昨天不管包括三立的，不管包括非凡，他们在昨天下午的时候，他们的节目就陆陆续续开播。那陆续开播有很多记者都找我写文章，你们也看到文章嘛，我有贴在 Telegram 上面。那基本上我这一个人我的好处在于哪里？很简单，你今天在操作的夜水过程当中，你拜托大家千万不要去预设立场。在新的一年，我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良心的建议。就像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刚刚呢我来三立的时候呢，现在三立嘛，然后我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，看到那时候电视在跑马灯嘛，跑马灯，然后有荧幕，然后呢最新的夜水消息呢，说苏联呢他在明天就要进攻乌克兰。哎，最新的消息哦 ，CNN 来的夜水最新消息。如果说你们有空，等下看新闻哦，那明天就要进攻一个所谓乌克兰，那我请问各位啊，根据军事专家的夜水分析，攻打乌克兰大概要72个小时，可是72小时是小事哦，是小事。基本上呢，如果说呢，他们的死伤人数，我讲坦白，战争一定会死人，而且我们是希望不要战争啊，因为这样打下去，真的是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。那么等于说呢，那如果明天呢，苏联真的出兵乌克兰，你认为明天台北股市会干嘛？会干嘛？我可以保证，一定往下大跳水，因为不是只有台湾会跳水啦，不管包括什么美国纳斯达克，甚至包括费半指数，它一定跳水。可是我请问各位，苏联明天到底会不会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，有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？你是普丁吗？你是普丁他家里的一个管家，或普丁家里的佣人，或是帮普丁煮饭的人吗？你根本完全都不知道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跟我强调，你就要成为市场上面的一个赢家，你一定要做到一个非常细部规划。来看清楚哦，在今天早上大概在几点几分？今天我看一下。今天早上开盘之前，我所传给我的会员的夜水传真稿，我在里面，我先问大家一件事情哦。今天台北股市，来，我们先想一件事情哦。你有上过我的课的，麻烦你把课程拿出来再稍微 review 一下。今天为什么台指期货开盘它要先开高走低？为什么开高走低？为什么开高走低？为什么啊？老师，我知道，因为大盘主力先太空。哎，你答对一部分，那是因为大家在看图说故事。今天开高走低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封关的那一天，我们是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小于 A 星。那我说呢，你也知道呢，在封关那个礼拜，外资针对台北股市，它的提款是高达将近有600亿，不是60亿，是600亿哦。而且外资在期货的空单也是高达将近有3.1万口。更重要重点，如果说你仔细观察封关日的那一天，外资针对台北股市买超前十名当中，既然有三档是反向看衰台湾的 ETF， 所以说在我的传真稿里面，我就写得很清楚。我说今天他所面临到的一个所谓课题是什么？外资的部位它是偏空的，所以说呢，在整个美国股市大涨的情况之下，它到底是回补还是加码放空？哎，你不能猜错嘛！如果说你看到那一刀往下杀，你认为它是加码放空，你去放空的结果，尾盘被嘎到一个所谓天花板，我这样讲没错吧？好，可是有一个逻辑，它是可以化解的。我请问各位，在我的课程里面，我有没有请大家，其实在实战上面的操作，你要做到一个所谓面面俱到。什么叫面面俱到？来看清楚哦。我说的压力，压力落在17814还有17843。如果开过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，814它就转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。哦，等于说，如果说我今天的压力在814还有843，我请问大家，今天早上这一份盘前传真稿给你们的时候，是在台指期货要开盘之前哦，要开盘之前哦，我说只要开过814或843的话，则814它马上会转为支撑，这是我所跟我会员在盘前传真稿我们所做的沟通。因为我一再跟我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的操作，它是建构在价格的观念，包括周线、月线关键价，包括一个多空主力线接下去哦。那你既然已经知道今天台北股市它的开盘，它没有开过嘛？它在开在814以下，它并没有开办法开在814以下。那问题为什么没有办法开在814以下？因为很简单，因为今天早上大盘主力形态它是空，大盘主力形态它是空，
好、哦，所以早上在九点这之后啊，反正也没成交了，算了算了，这也没成交了。所以说我们采取低阶的方式，低阶方式，其实我低阶的点在这边呐、啊，没有来，没有来，但没有来嘛，没有来嘛。那可是呢，在11点钟11点52分的时候，我也就是在告诉我的会员，我说心态它是空，可是价格的 K 线有反转的味道，所以支撑770还有765，哎，770到765还有776分批买进。所以说今天在11点52分的时候，我所给我会员的 ES 方向，它是个标标准的多啊，结果今天我们拉上去。其实新的一年吼。你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所谓赚钱模式，就像你知道吗？现在所有的散户投资朋友，目前呢、啊、最苦不堪言的一档股票就是2303的联电，677的利基电。那你仔细观察，不管包括2330的联电、2303的联电，然后包括677的利基电，他们的 EPS 有没有非常非常的高，本益比非常低？可是我又回到一个所谓原点哦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从去年2021年到今年2022年，你还在跟我讲 EPS 所造就出来的本益比吗？我 EPS 这么高，我举例好了，联电啊，去年 EPS 6块钱呐、啊，难道我今年不能变5块钱吗？难道今年不能变4块钱吗？所谓你所看到的 EPS， 它是借由等于说人家的行情已经完全结束一段时间，我所统计出来的财务报表，财务报表它能够反映未来吗？没有办法吧，没有办法吧。我问你啊，财务报表会反映未来？当然是没有办法反映未来，它只能反映它过去赚了多少钱。结果很多人全部卡死在联电，还有台积电哈。来，没等下我都一起把它解完，一直把它解完。好，来看清楚哦。那你说接下来这个行情呢？因为我已经回答法人朋友，我也不好意思不回答你们嘛。我的节目麻烦你一定要截图看清楚。这张呢是今天非凡盘中连线的夜随袭击。我在里面我提到呢，我说加权股价指数它的空方的价落在17832点。好，17832点，有没有看到17832点？好，17832点。那我请问各位，今天的收盘收在17900点，有没有大于17832点？好，那答案结论出来了。基本上哦，这一个行情呢，接下来它不是上涨，就是做箱型区间的震荡，哦，再变哦，它不是上涨，就是做箱型区间的震荡。什么叫箱型区间？如果说大家有空的话，麻烦你把纳斯达克的走势图打开看，纳斯达克走势图是不是一根红 K 棒之后就开始甩得非常大力，往下急杀，留下长下影线，往下急杀又留下长下影线。那等于说呢，它目前而言，单纯就趋势的角度，我会斩钉截铁跟大家预告，那是多头在做一个所谓控盘，听清楚哦。可是控盘有两种，一种叫连攻嘛，攻击的连续性，这课程里面有教哈。所以说，如果说呢，你还没报名我们的线上课程的好朋友，记得啦，我们的电话号码02-2392-398，一定要赶快预约报名我们的课程呐。好，那第二行，教师。你说这个行情哦，接下来的行情不是上涨就是上下震荡盘整，那有没有可能错？也有可能错哦，听清楚哦，有可能错哦，听清楚哦。好，我们先讲极短线，我请问各位，那如果明天俄罗斯真的出兵乌克兰呢？来，听清楚哦 ，unless 啊 ，unless 的意思哦，就是除非明天开盘直接用跳空的方式跌破17806。我讲得很慢哦，新的一年我会给大家更精准啊，我们本来就很精准了，给大家更屌、更明确的一个所谓完整答案。除非我明天的一个所谓开盘直接开盘跳空跌破17806，老师哪有这么夸张？好，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封关之前的礼拜一的那一天，台积电是不是拉出一根扎扎实实的长红 K 棒？长红哦，长红 K 棒之后，每一个人说哇，台积电又要风云再起，波段起涨。结果隔天发生什么事情？如果说哈，台积电，我举例好了，它是什么3588的通家，好6639的微影，好那种股本比较小的股票，我无可厚非，那很正常嘛。股本小的股票，我今天拉一根所谓的红 K 棒，我隔天往下大跳水，那叫做理所当然，那就很正常。台积电股本多少？台积股本1000多亿，1000多亿的股票，一根长红 K 棒之后，隔天出现大跳水，
3008大力光不是也是一模一样吗？一根长红 K 棒之后，隔天送你一根超级无敌大跳水。所以说啊，我还是很认真的告诉大家，每一件怪事都有可能发生，尤其今年这个虎年，虎它所代表的含义，第一个来自于虎烂，第二个来自于跳跳虎。不管它针对形态上面的虎烂或是跳跳虎，就足以把所有的人给玩到挂掉了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再期许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。尤其你在做期货的部分的话，我请问各位，盯盘有用吗？盯盘有用吗？我想不要盯盘。就像我举例嘛，今天台北股市是开高往下走低啊，往下走低反弹起来再走低，你要干嘛？放空啊，啊放空嘞，啊放空嘞，啊尾盘怎么办？空单停损，然后告诉我，然后再反手做多吗？然后这偏盘又大跳水嘞，哎不变变变扒来扒去有什么意思？这是为什么？我一再跟我强调啊，我们的讯息非常非常重要。有今天这两个价格，我发誓都没有成交，都没有成交，这两价都没有成交，都没有成交。可是我给你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，我给你的方向，它是个超级无敌正确方向。那如果说呢，你想知道接下来期货要怎么做，要怎么在36个礼拜掌握24000多点的波动，也不怕你知道啦，不怕你知道啦。好，我们传真稿已经把你接下来要入场的业水价位写得很清楚，写得很明白。想要验证好朋友，02-2392-3988，直接打电话进来索取。好，那股票部分呢？基本上股票它有它一定的一个所谓操作逻辑。很多最近有很多投资朋友问我一件事情，他说：“谢老师啊，你看呢最近呢外资针对元宇宙的股票，尤其2498的宏达电买超非常非常积极，结果宏达电为什么跟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一模一样，不断的下跌？”那我只跟大家报告，基本上如果说我每天我看投信跟看外资的筹码，我真的能够赚钱，我恭喜大家一件事情。天底下保证不会有穷人，你认同这观念吧？如果说我每天啊，我晚上很努力的看一下投信买什么，外资买什么，自营商买什么，真的能够赚钱的情况下，天底下他不会有穷人。可是有一样东西，它是结合投信、结合外资、结合自营商的反向筹码，就是来自主力嘛。因为主力知道一般的投资朋友你们会看投信啊，主力知道一般投资朋友你们看外资、看自营商啊。那我请问大家，那如果大家都看同样一个方向的逻辑之下，主力做手要怎么样进货，要怎么样出货？所以反向的筹码你要懂得去尊重啊。就像呢，这个很快嘛，这个在农历封关之前，我们就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2498的宏达电，宏达电主力心态它是空哦，当时都没有跌哦，但是宏达电还在90块左右，我说主力已经连续放空，空了10个交易日，就空了10个交易日的一个随下涨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有没有发现它就一路往下杀？好，在这边跟大家提醒的嘛，就往下杀，就一路往下杀，一路往下杀，一路往下杀，有没有一口气让宏达电从80块跌到63块钱，一口气狂跌将近27块？现在的股票，很多人说小事，期货很恐怖。我告诉你啦，股票才恐怖。就好像励志，好，我不是想3438的励志哦。另外一档，好，另外一档励志，好，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一档？当时涨停板的时候，不是全投顾老师都有，就全投顾老师都有的下场就是跌停，再送你跌停，哎，速度很快，速度很快。现在的股票市场，它已经完全不是标准的一个所谓无下阿蒙啊。就像你看2303的联电，它联电我忘了印出来给大家看了，你看2303的联电。他在上上礼拜三收盘的时候，他是一根爆量的红 K 棒，成交量高达将近有44万张，哎，44万张，哎，好啊，来啊，你们过去所学的技术分析，我爆大量 KD 指标在地板，而且它是一根红 K 棒，代表多头胜。那多头胜的结果呢？为什么今天2303的联电打一根长红长黑 K 棒还没完？来，我先把它讲完。这是今天的非凡盘中连线的袭击，好，非凡盘中连线袭击，再把它讲完。来，看住我，看住我。我说运输类指数啊，它的框架价落在22229.94，收上它是个标准的强势。2330台积电、2303联电，它的多框架价632.5，还有55.2，不难破。好。来，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哦。今天2330、2303哪一档股票
收盘跌破。再变哦，今天呢，2330台积电、2303联电，它的多方防守价分别落在632.5，还有55.2，不能破。那今天2330的台积电收在635块钱，所以说它没有跌破多方防守价。2303的联电55.2，它收盘它是跌破多方防守价，所以没给我。接下来我举个例子好了，我当时哈，当时宏达电在80块钱的时候，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我说我可以找1000个理由来支持主力心太空。当时我们跟大家报告过，我说元宇宙，你以为台湾可以分到羹哦？做硬体的是赚不到什么鸟钱，你当时不认同吧？而且股价跌一大段之后，你做一个 VR 眼镜的，满山满谷的人都在做，好，包括三星，包括 Google， 包括连苹果，他都要做，大家都在做这一些所谓的虚拟的眼镜、虚拟的眼罩。那宏达电要跟人家拼什么啦？我们找到他的利空有吗？那你说呢？好，假设他主力心太多，有这段主力心太多，直接这样报升上来，我会告诉你，他是个标标准准元宇宙的先驱者，因为在元宇宙这一个区块 ，VR 的一个所谓实境的部分，宏达电是第一个切入的，我这样没错吧？啊，这样子上来有利多，啊，下来之后呢，变成利空，所以说哈，新的一年呐、啊，新的一年呐、啊，你们千万不要被基本面所绑架。就像有很多人问我说：“谢老师啊，啊，为什么驱动 IC 的股票都不会涨？啊，今天3034的联咏股价出现往下跳水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他们的主力心态，它是个标标准准空，所以主力心态空的业所标的，主力心态空的标的你要避开啊。那除了主力心态空的标的要避开之外，更重要的业所重点，你要知道什么样的时候股价会形成价格上面的反转，这很重要吧？”来哦，看哦，1月18号的那天，看到没？1月18号那天，我们预告台积电已经跌破多方防守价，要开始反转了。哎，1月18号的那一天，麻烦看一下台积电它的价钱是多少。我们预告跌破多方防守价，恐怕会出现反转。那它这一波往下杀的业水过程当中，每次只要来到多方防守价，每次只要来到多方防守价就是破。好，就是破，这是为什么台积电喋喋不休最主要的业水原因。那我请问各位哦，今天2303的联电，它是跌破多方防守价，所以代表联电最好的业水走势，震一下之后再杀，好，震一下之后再杀，真的，我跟你讲真的哦，震了完之后还会再杀。是说你手中有联电、有台积电的好朋友，记得要来找我。那说老师，那台积电今天守住多方的价，是代表台积电波段起涨？你想太多了，没有机会，还是没有机会，机会根本完全还没出现。因为现在股票市场的业水操作，你不是在比赛啊，你要买最低啊。好啊，你的3545敦泰，8016细创，对不对？要买最低嘛，就要买最低嘛。2303的联电，2409的友达，你要买最低嘛。你每天买，你总迟早有一天会买在最低的低点啊。还有一支啊，更有趣的什么耀灯，有耀灯，去年很飙哎、欸，啊飙了好几倍之后，股价腰斩再腰斩，还记得哈、哦、什么3318、331做那个天线的，做天线的耀灯呢、啊？股票市场基本面它是变来变去的。好，来继续哦。所以说呢，你手中有那一些股票，我奉劝各位，无论如何，你们一定要来找我。好。那同样的，有关于航空跟航运类股的业水部分，那就好笑咯，开始慢慢看咯，开始慢慢看咯。基本上呢，其实航空跟航运它的操作，我讲坦白，它也是有一点类似非理性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如果说你看一下2603的长荣，我如果印象，因为我不可能，我不太去看那种东西啦。啊，不过让我看到，我就稍微提一下。你知道呢，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呢、啊，长荣的融资张数是29万张。29万张，我印象应该没错了。结果呢，他在一路下杀的业水过程当中，我们反而看到他的融资张数从29万张一口气锐减到23万张。那代表这6万多张的业水散户投资朋友，他们把他的资金，好、哦、从长荣、阳明、好、哦、长荣行、华航全部抽出来，然后又跑去买其他的股票。好，我问大家、哦，
今天我在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非凡的非凡新闻台盘中连线的东西，昨天晚上哦，有没有成为今天早上非凡主播他们所讲的？记得昨天我在非凡新闻台的盘中，昨天不是今天，哦，开盘前，开盘前新春开盘的昨天晚上，他问我航空航运怎么看，我说如果你单纯看波罗的海指数，什么波罗的海指数也好啦，然后上海集装箱指数也好啦，你不敢买。可是我说最大的 issue 是来自于从元宵节之后，几乎中国大陆所有的厂商都陆陆续续开工，它本来就需要更多的货柜，更多的仓位。这是昨天晚上我讲的哦，这是昨天晚上我所讲的哦，我所讲的逻辑。好，来，我先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哦。这个哦，这个是新泉呐，啊，新泉现在没做，新泉卖掉了卖掉，新泉我们也赚了，新泉我们赚了将近有九只的夜水涨停板，从新泉呢再到哪一只，再到三六二十的光洁也赚了三只涨停板，然后3189锦硕也赚17块钱，再从锦硕到 LED 的3710的富彩，3017的旗宏也赚了8块钱，那同样来到了一个所谓航运类股的部分的话，基本上航运类股能不能做好？你这时候为什么你要来上课？来，再看一遍哦，一场不一样的夜水课程。那在我们的课程里面，就像今天指数期货的夜水操作，我请问大家，我有买最低点吗？我很想买到最低点，可是没有成交，真的没有成交。可是当它趋势扭转，问题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判断趋势扭转？凭感觉吗？不是哦。你今天是架构在一连串的夜水公式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的公式内容表你还没索取的夜水好朋友，好，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-3988。那我请问各位啊，我在我课程里面呢，我常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。你今天你的航运类股，就像我们是从前年哦，是去年是讲去年12月16号啊，我现在要讲的从前年的12月16号。你能找到一个老师，一个航运类股可以讲将近有一年多的时间吗？当初最早的证据在哪里？最早证据在哪里？当时呢，2609的阳明，我们买在16块钱，2603的长荣，我们买在31块钱，没问题吧？然后呢，2615的万海，我们买在94.8，乃至2636台华，我们买在73.3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又连续性加码做买进的动作，帮我作证，好，帮我作证。电话出来的时候，哦，有电话，既然没看到，来，等一下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当时又连续的加码买进，等于说呢，从16块钱到200多块钱这一段的航运类股，不管包括长荣，不管包括阳明，乃至于万海，甚至于包括2636台华，我们完全掌握，所以总共560的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好。然后之后呢，也会错了，我不跟你讲全部对了。然后赔0.5块的时候，我也出掉，好，我就把它出掉了。好，然后之后呢，每天都收盘小于关价，收盘小于 A 星，然后它的股价就往下不断的滑落。好，直到什么时候？来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东西哦。这是封关10:02，封关当时的口讯，封关，好。我说航运类股止跌有止跌的味道，2603长荣112.5到111，还有109分批买进，然后停损与日线跌破108。欸，我跟你不一样，这样在哪里？你看你今天你的2303的联电为什么跌到爆炸？你的2603的长荣为什么从200多块钱一度跌到110几，跌到90几块钱？因为你们根本没有在设停损。你要找到会设停损的老师，你找不到啦。每一个投顾老师，他们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个标准的凹单，看清楚哦。好，我举例好了，这有成交了，好，这不用怀疑，这有成交，这个价钱没成交。我买112的，我停损108，能不能接受？我买112的啦，我停损108，能不能接受？老师，我不能接受。好，我所看的投顾老师，每一个都买最低卖最高，每天都赚，那你找他们？你再找他们了。我的讯息就是很明确嘛，我的讯息我也没给你多一个字，我也没给你少一个字，我也不像什么拿轰天雷出来，然后说这是我扣讯，拍谁？你现在所看到就是个标准，你的手机里面你所看到的一个所谓标准的讯息。好，然后2618的长荣行，
23.9 to 23.6 买5%，有没有看到？在封关的那天10:02，老师啊，你没跟我们讲，封关那天跟你们讲有屁用哦？封关那天你们还在看股票哦？又好笑好不好？就像封关的时候，有很多投顾老师一直 po 哇，美国道琼涨，美国道琼跌，是收不到会员是不是啦？我讲白一点，是收不到会员是不是啦？来继续哦，来，我这个看完整过程更好笑了，来。112.5嘛，啊，这是我们 Telegram 哦 ，Telegram 讯息哦，112.5 to 111，好，111买嘛 ，Telegram 这都买得到，这绝对买得到，绝对买得到，好，看清楚今天工讯哦，封关买进的2603的长荣，116出一半，哈哈，老师你好笨哦，你为什么116要先出一半？为什么？没有啊，我怎么做我就给你看呢、啊，这不能胡乱的，看几分哦，今天早上9点整。觉得等于说呢，今天开盘那一刹那，我就告诉我的会员，2603长荣，好、哦，这边116出一半，出一半，好好来再继续读下去哦。2603长荣今天空方放价落在115.84，收盘要收上，若收不上就出场。有没有看清楚？有看清楚？等于说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每天你只要给我一根 K 棒，我的课程之所以跟一般投顾老师他所开的课程比较不一样，就在哪里？一般投顾老师他的课程，他是要看到一个形成复合式的 W 底喷出去之后，告诉你这叫做 W 底。那我请问各位的，过去一年，2021年、2022年，当你看到他是 W 底的时候，麻烦去买给我看。去买给我看，我就不要举例什么股票了。你看2303联电就很标准了，做一个 W 底突破平台颈线垂直杀，看，看哦，看哦，你要听楚，看这个主力有够贱，真的有够坏，真的有坏。看到摁头，看到均线盖头反家跑去放空，马上电，太贱到这种程度了、欸。那我请问各位，啊，今天长荣会不会开高走低？啊，讲坦白的啦，我们不要在那边欺骗了。哦，我知道他今天会开高走低，这叫干话，我不讲干话。好，我们 Telegram 里面怎么呈现，我就给你看嘛。116，我们先出一半。好，如果收不上115.84，那这样赚多少？赚多少？啊，赚4块钱嘛，这4块钱全部走掉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因为我有风险意识，我本来就有风险意识。好，来清楚哦。结果今天呢，不管包括2618的长荣行，你看封关前买。封关前买10:02，封关的那一天不是封关前，10:02买进啊，就今天全部涨停板了，今天全部涨停板，好清楚哦。接下来、哦、有两个重要重点，你上过我的课之后呢，你会开始慢慢感觉到有感。什么叫有感？你就可以慢慢去了解它 K 棒所衍生出来的预测的能力。哎，这预测能力超级无敌重要的，你不觉得这预测能力真的很重要吗？我看一下哈、哦。好像有什么好康的，你知道吗？不然怎么一直打。等一下哈，先把它改成静音。好，那我请问大家了，我们要不要因为看到今天航空航运类股一根长红 K 棒，外资调高航空类股的平等，然后马上认定他们这边就是波段起涨？我告诉大家了。现在这个主力作手，再重复一遍，他的看法已经变得非常稀奇，非常贱。那我个人呢，比较倾向给大家建议什么？很简单呢、啊，你要了解他明天的多空防守价，然后 amaze 什么意思？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所用的加权股价指数的观念，你要用在航空跟航运身上。哎，你发现新的一年讲很慢呢、欸。现在一年，我给我自己最大的期许，不要再夜水了啦，我们就讲慢一点，让大家听得很清楚。来看清楚哦。那简而言之呢，2618的夜水长荣行，它的空方报价都在27.03，这明天的嘛。然后呢，2603的长荣，它的空方报价落在127.44。你先知道空报价嘛？那为什么知道空报价？我难道我明天不能冲高之后得逃灾之后爆量缩跟倒T字线？倒T字线之后，难道后天不能跌破多方报价，呈现你们本来期望的 V 型反转变成 V 型往下转吗？不要再猜行情了啦，不要再赌行情了啦，要有这一种规划的能力跟模式。那至于说它的多方防守价落在何处，好，麻烦你就参考我们的操盘手札，或是如果说呢，你是我们的业水学员，你有上过我们这一连串公司的业水好朋友，我保证你绝对算得出来。
这样才是你2022年金虎年的业绩获利保证啊。所以全方位360除了给大家鱼吃之外，更重要教大家非常多宝贵的钓鱼技巧，如何下载软体第一时间拥有这么好的主力心态。哦，真的只要360，给大家一个新春的大红包大优惠，请拨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先预告才是真的，我们明天再见。